大东老师研发的水果蒸，提取了各种水果的营养元素，各位同学赶紧来试试吧。哎，你们这水果蒸怎么回事呀？免费吗？对啊，免费啊，这可是我们大东老师新研发的水果蒸，前三人免费试用。前三人？对，你俩呀是我的首位顾客。首位顾客，那就是免单喽。那赶紧给我来几只。且慢啊，我先让我的助手给你检查一下，你有什么病啊？上。哎呀，大夫不用检查了，我是学霸，最近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，所以说我全身哪里都有问题，把你们这所有针都给我安排上。不行啊孩子，我们这药啊都是有剂量的，过量就会出问题。那我问你，你这水果针是不是货真价实的？那当然，我可是专业的校医，而且我的水果针是天然无公害。不就是水果吗？我平时都吃那么多，换成水果针也没问题的，来吧。行，我这橘黄色呀是恢复体力的，我这绿色是平稳血压的，来吧。这高科技就是好呀，打完一下子感觉精神了。既然是免费的，那我就得多占点便宜。哎呦，大夫，我这头又疼了，你这针的量是不是不够呀？把那彩色都给我安排一下。教义，你赶紧给好好看看，他可是我们班的学霸。哎呀，这刚刚可能是剂量不够大，我再给他打几针。来。这位同学，这会儿可就剩这最后一针了，打完你要是还是不舒服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嘿，啊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我的腰，是我。啊，你怎么变成苹果了？我的肉肉啊！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我们来考试啊，昨天不是刚考过吗？怎么又考？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哦，麻将。班长，难道我们今天考试的内容是打麻将？不。班长，你把麻将垒成这样是？我今天呀就以麻将为题给你们出一道考题，桌子上面呢有一些麻将，你们随便拿出一个是这个麻将不倒，就说明你们身手敏捷，头脑清楚，我就给你们谁及格分。你们两个谁先来？班长，你这个好像有点难呀。没难度怎么能叫考题呢？那就我先来吧。班长，你这也太难了，这也不行啊。看好了，我来。Oh no！ 不错，二狗，我给你满分。好汉，你不及格。你这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哟，你们三个平时上课老是迟到，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？老师，今天不是要领游戏装备吗？必须积极。来，大家都把试卷拿出来。试卷？老师，领个游戏装备还要看试卷啊？对呀，学校新规定啊，按照成绩来领装备，100分领一个啊，低于100分就没有了，赶紧回去取去吧啊！二狗，你还回去干什么？反正你那零分也领不了装备。谁说零分领不了装备了？哼，看我零分照样领装备。我这零分试卷怎么领装备呀？哎呀，哎，有了，我改成500分不就行了吗？哦，老师领装备。500分，哇哦，这满分才100分，你怎么来了500分啊？因为我平时表现好啊，老师给我的附加分。这样，行，非常好。500分的话，5件装备，我这正好，全部拿去吧。啊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二狗，你哪来这么多装备？老师，领装备。你们啊，来晚了，刚才装备都让那个学生领走了。啊，没有了。老师，你不是说100分领一个装备吗？二狗他怎么拿了那么多？他考了500分，当然能多领啊！啊，500分，那明明就考了0分，那500分肯定是他自己写的。啥？熊学生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什么情况呀？我考了100分，一件装备都没有，二狗考了0分，还拿了那么多，太不可思议了呀！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
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们超市现在有新规定，用刮刮乐结账啊。下面呢藏着免单啊，打5折、2倍、5倍、10倍的价格，你抽中哪个你就用哪个价格结账啊。那我先来，我可是幸运小王子，我就选这个。啊，怎么是2倍价格？我才是幸运小丸子，看着。啊，10倍价格，果然我才是幸运小王子呀！到我了，选1号，漂亮便单！哇塞，肉肉你太厉害了，这都是小意思。今天你们谁先抽啊？今天我不来了，二狗你先来。来就来，那我就选这个。看，2倍价格。来吧，我选这个。这昨天还是2倍，今天为啥成5倍了呢？哎呀，你们两个人呀、就是太弱了。我来吧，我选1号，漂亮，又是免单。哇，肉肉你神了呀，怎么每次都是免单呀？哼，因为我有一双不一样的眼睛。啥玩意儿啊？透视眼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哦，李真，小心，李真。今天我们发巨型奥特曼卡牌，但是你们要做一道题，谁要做出来，这巨型奥特曼卡牌就归谁。6-3=6。6-3=6，老师你题出错了吧？6-3=3呀。很明显，这是一道智力题。哎，肉肉，要不你来，你可是学霸。我试试就试试。你行不行啊？要不我来试试。你？二狗，你一个学渣行不行啊？就是。老师，你可别瞧不起人，我的梦想可是做一个科学家。行，那你来试试吧。老师，这是6块钱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现在一人给你们1块。嗯。那我手里是不是还有3块？对啊。所以6-3=6啊。啊？为啥？我还是不懂啊。亏你还是个学霸。我有6块钱，我给了你们3块，不论这个钱最后给谁了，但6块钱它就是存在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呀。嗯，二狗不错，这张巨型奥特曼卡牌啊，归你了。谢谢老师。啊，二狗，咱们一起玩呗！滚！你快带上他玩，走！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哦！啊！原来是你们两个人呀，吓死我了。欢迎来到决赛圈，我是智能裁判大东。现在这游戏的 NPC 玩家还越来越智能化了啊。那可不，今日我们的比�赛不靠别的，就靠吃辣条。3分钟之内，谁吃的辣条斤数越多，胜利就属于谁。吃辣条？我可是吃辣小王子呀。我也是小公主。那你们来了，我最近有点什么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1斤。哦，这位同学，你为何不吃？时间可只有3分钟。我让他一会儿。倒计时1分钟。10斤。看我干嘛？比赛啊。时间到。我宣布这次吃鸡比赛的优胜者是肉肉。肉肉，你怎么这么能吃辣呀？那可不，谁让我是肉肉呢？佩服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
方点个赞呗。来，发奥特曼卡牌了啊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大东老师，你给我多发一点行不行？最近特别少，都不够玩啊。行，来你们多发一点。你这，大东老师，给我多发一点呗。老师，这一张卡牌不够玩呀，你就再给一点呗。行了，后边同学都不够了。这每次给这么一点也不是个事儿呀，得想个办法。我想想，哎，有了。哦。来，发奥特曼卡牌了啊！来，快来！哎，二哥，这啥时候安了个监控呀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校长撞上监控老师的吧。来，我给你们发奥特曼卡牌，来，你发就行了。没关系，你就好好抖，我们不够玩也没关系。来，多拿点，还掉下一张，来，好看也多拿点，来，叔叔，你也多拿点，来。一号老师，你这手抖病好了呀？你说肉肉，你咋拿一张啊？来，多拿点，快，走，好好玩啊，不够再来啊！终于能玩过瘾了，走。这个监控好奇怪，竟然是纸做的，小兔崽子，站住啊！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